教田径嘛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去，就是接这个，就是当田径教练这个职务啊？就是因为为了小孩子调试自己原本的工作，就是做工程类的，因为时间都比较没有办法陪到小朋友，然后才想说回到体育这条路来陪小孩子，会时间比较多，虽然钱赚比较少，但是。至于小孩子的教育还是最重要的，然后要需要爸妈的陪伴也是蛮重要的，所以就想说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内容，然后就是还是维持有在做工程类的工作啦，只是说就没有全心投入在这个区块，有考取一些证照嘛，就想说证照可以承租的话，就有一笔生活费用，做田径教练的话是，只是说时间上可以陪小朋友啊，也想说，我也喜欢带小朋友这样子，才再踏入这条，就是走回体育这条路这样子。重点就是在于我的小朋友。还有摸水。那水很脏，你要摸吗？你有白头发哎。我变聪明了。你变聪明了，我看。是因为妹妹她有想要做生意这区块啊，因为我本身也有经历这个过程过，那所有的早餐店，就是我帮她一手规划那样子，到现在目前开幕到现在做了八个多月，我也蛮大的进展。那我一直都觉得说。兄弟姐妹就是要和谐嘛，可以帮的就帮那样子，然后就想说，调整一下时间，早上就是早一点去帮他忙，然后八点过后就有课就去带，有课就去带，然后有课就去上那样子，啊小朋友就是也都可以规划到说很好，陪得到那样子，然后就其他后续的东西说忙也是忙得蛮快乐的，只是。就是人啊，做什么就是要充实嘛，快乐最重要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可以就是说一些就是就跟妹妹在家里的一些事情，就是很有趣的、啊，就跟妹妹啊，对啊，跟妹妹是有时候又气又好笑，然后她也蛮体贴的，还好生的是女孩子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当我生气的时候，我的喜怒哀乐她都看得很清楚，我哭的时候她就会拿卫生纸安慰我，帮我擦脸，然
然后就觉得蛮体贴啦。有时候就是个性比较外向吧，可能就会比较会跟我顶嘴，然后就是把自己气得要死那样子。然后 后面想一想，哎，就觉得两个人而已嘛，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那样子。对啊，然后平常就是在家里就是陪他嘛，他喜欢运动，家里也把一些设备用得好好的，那他想动的话就去踢啊。动啊，我都会在旁边指导那样子。啊，妹妹就是也喜欢画图，她最喜欢的才艺就是画图。我们的生活就是大概都是这样子，要不然就是出去走走啊，吃吃喝喝啊，想到什么就没有二句话就好出发，车子开着就到处游玩那样子啊。这就是我跟妹妹的生活。是蛮快乐的。一样，我有。我今天要吃。不要，那我们叫一样，我们叫其他的那样子，好不好？我要吃芒果冰。他的薏仁也煮得很好吃。薏仁。也薏仁嘿，他的薏仁哈，还有那个莲子哦，那咬起来就是啊，都自己超棒的。那妹妹有时候会问起就是爸爸的事情。嗯哼。爸爸的，我是觉得我一开始我都会以正面的去回答他，就跟他讲说，就是他爸爸跑车辛苦，没有时间陪你，然后没有时间打给你，那你如果需要打他，你想他，你想打电话给他都 OK， 反正我都有教他电话号码什么那些，他自己都会想要打。可是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是想说，为什么爸爸都不打给他，然后我就觉得说。其实我到底要讲正面还是负面的，我到现在还是一直很矛盾，对啊，那我也不想去承担，就是他一直问我为什么，为什么？那我也希望说，这为什么是由他爸爸来回答，而不是我帮他去承受这个问题。那我觉得说，他这都是他的权利啦，我不会去阻止他跟爸爸联络什么。其实我希望说，爸爸就是要常来看他。就是给他有自信心，对啊，那我也希望说，在今年九月他升一年级了，我希望爸爸就是带他上一年级这样子。那让他在更有自信。现在这样啊，就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就你觉得就是现在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你放下全部，最想做的事情。我觉得我现在整个生活，我觉得就是我跟小孩子的生活，然后我只要觉得说他过得快乐，我也会过得很快乐，因为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缺啊，缺的就是，就是不希望我小朋友他有遗憾说，就是他爸爸都不会说来看他，或者说跟他联络打个电话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，是他爸爸就是没有做。那我现在目前过就是陪着他成长，然后走运动这条路，然后就是把他培养好那样子，我觉得也没什么。多大的一些规划，就是反正现在目前就是小孩子的课业上啊，然后就是他的成长这样子，其实目前没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因为也没有缺什么。
try to find a reason. You know I try to understand. Now I'm wiser as before, 'cause I know I